哈马斯这次得手啊，主要是以色列在内讧啊。以色列最近好几个月，这个国内啊，这个两派啊，是吧？听说是这个现任的这个总理啊，本杰明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亲哥哥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当年这个70年代，这个几千公里啊，这个去奔袭这个乌干达的这个首都坎帕拉郊区的恩德培机场，解救被这个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绑架的以色列人质，在那次行动中唯一的一个死难者，唯一的一个这个死去的人，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是一个中校，特种部队的中校军官啊。这个所以这个听说啊，这个总理他在想搞独裁，好像说他的权力要扩展到能够罢免这个最高大法官啊，是吧？这个要行政权力要干预司法，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抗议他。另外好像他对军队的权力，对军队啊，好像也在侵蚀军队的权力，所以很多这个军人呀，包括现役的，主要是这个退役的啊，这个预备役的军人对他很有意见，所以造成了以色列的这个防备啊，军事上处于被动，处于涣散，然后内部这个分崩离析啊，闹矛盾，闹别扭，所以让这个哈马斯啊，这个占了上风了啊，他就给偷袭了啊，偷袭。过来两个俄国妞啊，讲俄语的啊，也不知道是这个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啊，讲的是俄语啊，漂亮，俄国人长得漂亮，这俩姑娘。但是这个力量不成对比啊，是吧？这哈马斯和这个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特种部队，包括这次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沙德呀、摩萨德或者摩沙德，是吧？号称全世界最牛的呀，效率最高的呀，然后这个最缜密的，是吧？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啊，是吧？结果哎，没有情报啊，是吧？让人家这么大规模的给突袭了，用这个摩托车，用这个推土机，用这个滑翔伞，是吧？还有步兵啊，还这个把这个梅卡瓦坦克，以色列的坦克叫梅卡瓦，冲锋枪叫乌兹啊，货币叫谢克尔啊，然后那个他们的集体农庄，军事化的集体农庄叫吉布兹啊。这个在北京研究以色列的啊，有一对夫妇，他们都是社科院的，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的，他们两口子都到以色列去留过学，他们是我生活中的朋友啊。昨天好像有人问我认识不认识殷刚啊，殷刚是他们西亚非洲所这个研究以色列、研究西亚问题的专家啊。殷刚我不认识，但是我说的这对夫妇就是殷刚的学生啊。
这边走，搓饭去。这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带着那个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的以色列留学生来过我们家啊，然后在这之前，我们到颐和园 Summer Palace， 然后在颐和园那个后山，就是从那苏州街那方向买卖街，然后登那个佛香阁，那个后山，然后那个万寿山嘛，然后哎，很巧啊，很神奇，就是我们那天是五个人。四个都是社科院的博士，一个研究以色列的，一个研究西藏的，一个研究清代文学的，一个研究元代文学的啊。结果我是一初中生，哈哈，跟四个博士，我们到这个颐和园来玩。那是那年的五一劳动节吧？哪年来着？2005年还是2007年？忘了，反正应该是2005年左右。然后那个，到颐和园，我看见三个外国人。就长得白人的脸，然后三个人，一个男的，俩女的，然后我就脱口而出，我用中文，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就是自言自语，我说以色列人，哎，我就脱口而出，我说以色列人就是一个问号啊，一个疑问句，哎，结果其中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女的矮胖，圆乎脸，后来我们有合影啊，在我的相册里都有合影。将来可以给大家看，哎，就那个矮胖那女的说，对呀对呀，我是以色列人啊，说你怎么知道的呀，啊，然后我说，我用英文说的，我说 because your face is special， 我说因为你的脸很特殊啊，你的脸不是特殊啊，中国的国家主席啊竟是念白字儿，把特殊啊念成了特殊，哎，我说因为你的脸很特殊啊，然后我们就聊啊聊聊好多特拉维夫啊，聊这个赎罪日战争啊，啊，聊这个耶路撒冷啊，海法呀，基布兹呀，乌兹呀，谢克尔啊，啊，是吧，梅卡瓦呀，啊，那个什么梅俄夫人呀，沙龙啊，佩雷斯呀，啊，就聊好多啊，什么也包括巴勒斯坦的什么格兰高地呀，贝卡古地呀，是吧，这个阿拉法特呀，阿巴斯呀，希伯伦呀，加沙地带呀，约旦河西岸呀，这一通聊，后来聊我们又往西走，我们一块儿待了一两个小时，后来又往西走，那个是那个矮胖的那个圆乎脸那胖姑娘，她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那个留学生啊，然后那两个呢是他的朋友，然后那是一对夫妇啊，那是两个长得就是那种靓男俊女啊，就长得比较漂亮啊，然后瘦高啊，那一对夫妇。后来我那个朋友带来我们家的那个也是语言大学的留学生，不是这个胖女孩，是另外一个女孩啊，然后我跟她聊这个 politics 啊，政治啊，聊这个 military 啊，军事啊，聊这个 war 啊，战争啊，比如说这个 Israel between 啊 Arab 是吧，阿拉伯这个 war 啊，巴以战争，他不爱聊，他后来说 shopping music 啊，就是聊购物，聊美食啊，那是一个俗人吧，是吧，我不俗啊，是吧，我喜欢聊这个，是吧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是吧？我不喜欢聊吃的喝的呀，这些东西，是吧？我喜欢聊政治啊 ，military 啊，文化呀 ，culture 啊，是吧 ？geography 啊，地理啊 ，history 啊，历史啊，是吧？我喜欢聊这个，是吧？哎，谁是这个？比如说 president， 谁是总统啊？谁是这个 premier 啊？啊，总理或者 chairman 主席。是吧，政党 party
是吧？民主党 Democracy Party 是吧？共和党 Republic Party 是吧？以色列是工党啊，佩雷斯啊，是吧？比如说利库德集团呀、沙龙啊、萨龙，是吧？我是聊这个，对吧？但以色列人他们帮中国买军火呀，我说那个艾森集团、艾森伯格，原来中国以色列没有建交之前，那会儿总理还是李鹏，总书记还是江泽民的时候，卖中国军火，后来他们在中国投资油厂、植物油，他们是啊，我是他们的客户啊，那个艾森绿宝的那个 general manager， 他的那个 Chinese name is 艾伟荣。他是艾伟荣，他是以色列北部海法人呀、啊，是吧？什么泰巴列湖啊、死海啊，是吧？你这什么大卫星啊，什么复国主义也叫西安银店，是吧？这个贝尔福宣言、塞克斯皮科协定，是吧？这个啊，很多东西我都能聊。